对，哎哎哎！哎呀，这是我的，多久没吃饭了？真是，你是流浪狗吗？主人立冬，你受伤了？哎呦我天，你别吃了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嗯，以后要注意哦。你好，一共是340。我联系他主人了，一会儿就来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他爸爸，我来吧。刷卡，谢谢你救了旺仔。没事。你好，这卡刷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我卡里没钱了，给我转一点。总裁，是我的失误，今天用您的卡刷了一套5000万的别墅，限额了。连300块钱都要找别人借，看来他日子也不宽裕啊。我帮你付吧，啊，就当我跟旺财有缘。来，扫我。大叔，住哪呀？我送你们回去呗。走，旺财。你干什么呀？这个是保时捷，不是我的车。那个小电驴才是我的。大叔，你怎么教育狗的？这嫌贫爱富可不得行哦。呀，这不是我的老同学江十七吗？连你的狗都嫌弃你的小电瓶车。你上学那会儿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怎么现在混的连个车都买不起？咋的，保时捷你的呀？哦哦，不好意思，还真是我的。这保时捷可是我男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我男朋友可是有钱人，不会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了吧？谁说我没有啊？嗯，这就是我男朋友。没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吗？那对了，这周末同学会会在我男朋友的郊区别墅办，你和你男朋友一起来见见世面吧。好啊，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仗着有点钱，你了不起啊你！哎，那个明天同学聚会，不见不散。耶！我去骑车。旺财，你还认识我车呢，真乖。哇，小美，你男朋友别墅这么豪华呀？他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？江十七，像你和你男朋友这种档次的人，应该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住进豪宅吧？抓紧时间好好参观呀。哎，那是什么画？好好看呀。那是我从国外拍回来的画，也就100多万吧。笑什么？这不是你家吗？怎么连那是小度天天闺蜜机都不知道？闺蜜机，它是现在很火的全能大平板，屏幕足足有27英寸，用大屏追剧比普通平板贵多了。而且它是 LG 原装触控类直屏，屏幕看着就像纸一样的，就算追剧时间久了你也不会伤眼睛，还能随心调节追剧角度和高度，还是可移动的，很方便。那有了它，以后追剧就可以走哪儿追哪。它不光能追剧，还能 AI 健身呢，还有很多种专业健身课程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小度小度，我要健身。你看上面这个小人会精准识别动作，上面的私教还会给 AI 打分鼓励，而且他还能 K 歌，音质还不错，试试。唱什么唱啊，想唱自己去买啊，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那那些酒也是你的咯？不是我的，难道还是你的？我这酒给大家开一瓶，不过你们俩让我很不爽，这酒你们俩喝不着。我劝你别开那瓶酒。这我家，我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喂，通知管家来一下。亲爱的，你来啦，你快叫保安把他们俩赶走。栗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李管家，你哪来的胆子让你女朋友开我的车住我的房？你被开除了。你是他的管家，你骗我啊。还有你开的那瓶酒价值22万，照价赔偿，不然就等着收律师函。豪宅是你的？对啊，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是你的。